一块一块的半圆形，层次分明，还有水流像小瀑布往下流串，来帮助鱼回游的鱼梯位在台中苗栗交界，号称台湾小棉堡，就像来到土耳其的知名景点棉花堡。就有酒店小编很有才，把两处景点对比，就像是神复制。苗栗院，苗栗啊，这个好酷哦！大峡谷，原来苗栗好像哦。包括京都岚山竹林对比泰安竹林，美国大峡谷对比苗栗火焰山，日本神社对比通霄神社，纽西兰哈比屋对比苗栗哈比屋等，相似度高达80%以上。酒店内的建筑跟我之前去巴黎的那个建筑物有点像，那就是有一种意境的感觉。我从来都没有发现苗栗有这么多很特别的景点，然后跟国外都好像。全球武汉肺炎疫情严峻，重创观光，苗栗有酒店小编帮大家解闷，搜集苗栗多处景点对比各国旅游景点，就有网友说要带护照去苗栗国。询问度目前非常的高，因为这些私房景点其实在一般旅客来说可能还没有这么的了解，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小编的分享可以让大家对苗栗更加的认识。创意十足的美景图让国人意外发现，其实除了苗栗外，台湾各地都有好风光和景色。三雄草原盘点网苗栗报道。